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比较日常的妆。之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，想让我分享一下，就是适合眼镜妆啊，或是就是新手啊，或者日常比较淡一点，然后实用一点的妆。然后今天想说，反正好像很久都没有发过就是日常妆的视频了嘛，就想说发一款比较适合秋天或者是冬天，日常来用的，比如说上课啊，或者是上班族一类的朋友们，使用的简单一点的妆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喽。我自己其实，大家看我发微博的照片也知道，平常其实用棕色跟黑色眼影比较偏多。然后最近是，
有在用棕色的眼线跟黑色的那种眼线液交替着用，就是看我那天的心情嘛。如果说，早上时间比较充裕一点，然后比较没那么赶的话，可能会用眼线液，因为毕竟眼线液用起来没有眼线笔那么好控制。然后如果说平常，比较赶啊，或者是就是说尽量想让我的妆看起来淡一点的话，就会像今天这样，让我的眼妆跟脸上的这个腮红的颜色看起来尽量的淡，然后重点颜色在嘴上。其实我觉得戴眼镜的朋友也可以就是试一下这个妆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比较合适。但是我觉得眼镜它也分那个分类型嘛，如果说你戴的是金属框架的眼镜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尽量还是减少眼妆的那个效果比较好，会比较合适。如果说你戴的是那种粗一点黑色或者是那种带颜色的那种镜框的话，那种塑胶质镜框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加强一下眼妆啊，或者是眼妆淡一点，或者加强嘴唇的颜色，像我今天这样。所以因人而异吧，看你是戴什么样的眼镜啊，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妆。我自己用的产品也是这些，都是比较基本，然后几乎没有用到比较太高端的产品，都是比较适合学生族朋友们，而且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产品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日常妆。关于问题的视频，我这支视频之后打算就是准备录几支问题的视频，因为好像距离我上一支问题的视频很久很久，大概有一年左右了吧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时候发一支就是问题的视频了嘛。之后就请大家多关注我的微博吧，我会在微博上更新的，就是我会在之后我会发一支关于提问题的微博，然后请大家继续多多关注我吧。下支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